妈，救救你！乖，乖，快点，人心一挂好。一回来，咱也辛苦你啊。林姊妹啊，自分开到今嘛，应该拢唔捌咱做伙啊，对不？今嘛讲啥，拢是家己讲的啦。阿妹，林姊。心疼啊。终于放下成见，回到高家身边。而志宏为了宝贝女儿以及万代事业，蜡烛两头烧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所以贴心的秀莲准备这个，要好好帮他补补身体。今嘛环境其实都在变化，除了勤洗手、戴口罩，提升自己身体的保护力哦，是真重要。这位小姐，你健康观念足好的哦。咱有真侪关键营养素，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制造，这时阵。就是爱靠习惯，只要一天一粒，就能补充22种的营养素。咱身体代谢若好，自然就活力，保护咱脉提升。习惯啊，是真方便的选择。就像你讲的，就这样。你是一家之主，家中之主，我当然爱替你的健康哦打好底。咱做伙食，你的健康比我更加重要。没错，除了勤洗手、戴口罩保护自己外，吃善存、保养身体也是很重要的。只要把外在和内在都照顾好后，不管高家再遇到怎样的困难，都能关关难过关关过啦。完全娱乐手刀冲去保养身体报道。恭喜完全娱乐 YouTube 订阅200万，首创电视与新媒体并行的娱乐节目 ，YouTube 频道订阅人次突破200万，是台湾地区前10大 YouTube 频道，位居台湾电视节目类频道冠军。希望完全娱乐多照顾五月天，然后大家也多照顾完全娱乐。谢谢完全娱乐对我的照顾。最及时、最丰富、最有趣、最不能错过。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。观众与艺人最信赖的娱乐品牌，让你无时无刻完全娱乐。